包包的。我就说把那个娃娃也可以绑包包头，就说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爸爸帮你绑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妈妈。哦，是妈妈帮你绑的哦。哦，爸爸忘记了，爸爸以为是我自己帮你绑的耶。弟弟你在干嘛啦？你是天使啊、哦？我给他的包包。黄毛琴怎么那么喜欢玩娃娃？因为我喜欢玩嘛，我喜欢玩火车。你喜欢玩什么？我喜欢玩火车。火车，那你去玩火车吧。好。漂亮吗？漂亮啊，漂亮啊！你看他也戴项链。等一下哦，哇，他怎么？他好像比妈妈漂亮哎，对不对？你把他用的比妈妈漂亮哎，还是我们妈妈本来就不漂亮？我帮他喷防晒。好，你帮他喷防晒了，你怕他晒黑哦？他不会晒黑吧？他是娃娃哎。啊，我忘记了。嗯。可是这是假的耶。对啊，妈妈才要喷防晒。妈妈比较容易黑。妈妈小时候才黑啦，长大不黑。你说妈妈早上才黑哦？不是，小时候。你说妈妈小时候很黑哦？对。啊。长大不黑。是哦。你看漂亮吗？漂亮啊。我帮她化妆，她化妆台在这里。我看一下。哇，那你让她坐在化妆台前面看看好了，看看她可不可以坐得下。你让他坐不下，只能站着画。他只能站着哦。对，站着画。哎呀，弟弟，你推我干嘛啦？他漂亮，对不对？弟弟，你又推我了耶！哇啊！而且爸爸，什么事啊？啊！弟弟一直推我哎！而且他